你好，早安先生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罗卡雅，我今年31岁，我的地图56公斤，我的身高154公分。我的心里出充电，我的新娘微笑，我结婚了，我的老公是农民，我有一个小孩13岁。我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，我第二个，我从印尼加巴来，我7年在新加坡工作2年，照顾小孩跟做家事，在台湾在照顾阿公5年，我会做家事、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、煮饭、炖奶茶。我有吉隆坡工作，因为薪水比较高。谢谢大大，谢谢先生。Wow.